错，我也看看，先了解了解。现在主要是厨房，厨房哦，一般都是管多换气，那么平均一般讲。把管干完了，它就就可以完了。然后是厨房出风的。对。这种就跟咱用那小破口机子一道是一样的，小破口机无非就是说固定是插到管里头的，也是车里头到时候扩大。不过这个你就自动化了，就不高了，是吧？都是就是那个叫多水自动换气，就是我一个几十米连关键我说平时的是吧？换气的时候才会说。对。人家他很热闹，这边现在还在微信铺口是吧？对。他这个滴滴出来的现在得少少迟到，原本他就看开了几十米打了啊。